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行品》第十一页，寄送第七段第十三首看起，十三首，见残齿人，当愿众生居残齿行，常护诸根。那么这是也是在七十之中啊遇到的。那么这些人呢，我们从第七首啊一直到底下一首到十四首，总共啊八首偈，都是说这个供养的人啊，供养的人呢心态不相同啊，根性不一样，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啊。去世的时候遇到了引发菩萨称信的大愿，那么这个是遇到什么？遇到具足惭愧啊，懂得耻辱，这个人很难得了啊，这是个好人呐。所以菩萨发愿呢，啊，也是具足惭愧心，啊，也是具足知耻的行为，啊，惭愧与知耻啊，这能护诸根。啊，才能护住根呢。现在社会动乱，在中国儒释道三家学者的水平确确实实是古人所谓一落千丈啊！啊，真正修行的人少了，不是没有啊，而大多数呢都不如法啊，就是说没有真正的依教奉行啊。那么这就是这首偈所说的了啊，这个下面也是这两首偈所讲的啊。我们先说什么叫惭愧啊，在《白发明门论》里面为我们说了二十六种烦恼啊，六个根本烦恼，八个大随烦恼，两个是中随烦恼，还有十个小随烦恼。实在讲，
随烦恼的非常严重啊！啊，表法里面的26个烦恼啊，是愚切四谛论，那是广说啊！天行菩萨把愚切四谛论里面660法归纳为百法，把它简化了啊！因为对初学人来讲呢，就便利多了啊！初学人学太多了，不容易切入啊，不但不容易切入，连记都记不住啊，记不住你怎么能够观想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太繁琐了，你就提不起来啊。所以行门呢要抓纲领，越简单越好。那么惭愧呢，是随烦恼里面的中随，中随就是两个啊，就是惭愧啊。惭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今天所谓的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常讲问心无愧也，这就是具足的惭愧啊。愧是什么？愧是舆论啊，是外面的舆论的批评啊。惭呢，就我们中国人讲的良心，是对自己啊。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问问自己啊，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啊，当然内不违背良心，外面呢自然就不会有舆论的批评啊，指责就不会有了啊。所以在古时候啊，这两个这是这个善行呐、啊，无惭无愧呀、啊，那就是烦恼了啊，这就是中随烦恼了啊。无惭就是我们俗语一般讲啊，没有良心。啊，无愧是不怕别人的批评啊，不在乎别人指责，他还是照做啊。那么由此可知，惭愧两个字，具足惭愧啊，规范自己的行为啊，我们自己这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一定要想一想如不如法啊。中国人的反省能不能对得起父母，能不能对得起祖宗啊，对得起自己的天良，这是具足惭啊。能不能不让别人批评我、指责我啊，不怕这个舆论呢不至于指责啊，这个是外面的力量，约束住自己。那么孔子做春秋啊，春秋里面就有批评啊，善有赞叹
啊，卧呢，把你的卧行统统写出来，啊，这个写出来让后现前后世人看到，啊，会对你批评啊。具足残耻者呢，就不敢为非作歹。这个春秋起的作用啊，啊，春秋是中国历史的开端，啊，历史的开端，它有这个用意在呀。那如果是无谄无耻啊，孔子春秋对他就不起作用了。啊，他做卧士不在乎别人批评。只顾自己的贪婪欲望，啊，没有想到什么叫伦理，什么叫道德，啊，根本他不理会这些东西，那就是无谄无耻。清凉在这一段呢有注解，啊，我们看清凉大师的藏乎诸根者，啊，于且名善守根本，这个于且是于且四谛论，《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善守根本，就是此地所讲的藏乎诸根。啊，净明云，这个净明是微末气净。啊，他说的比较详细。啊，说所见色欲盲等。乃至云诸法如幻象是，这个说法我们还是很难懂啊。清凉大师知道，所以后面再做注解，那就注解的注解了，叫做抄啊。这个抄里面呢就讲的详细了啊，我们看他的抄啊，抄于且啊，名善守根本者，即第二十三论于且四谛论，有一百卷，这个二十三呢就是第二十三卷，二十三卷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云何根律啊，这个根是根本呐，也就是此地讲的根门呐。那根是什么？六根啊，六根统摄一切善恶啊。他的注解解释说，为如有一能善安住，密乎根本，防守正念，乃至广舌，云何名为密乎根本？啊，这为防守正念呢？常为正念，乃至防护一根即正修行，一根略一等，这个是一段。那么我们看这一段呢，意思就很明显了啊，
瑜伽论里面讲的根本，这个根是一根，确确实实戒经里面呢常常教我们，而经论里面也非常之多。戒经上讲越深如深，我们呢这个约束自己这个行为这个身体的造作就像绳一样绳索，绳索有好几股错成一起如果你要是不约束它呢，这个松散的时候它就散掉了所以一定呢要遵守这个就是越深那么守口如瓶，我们知道瓶瓶的肚子大了，口很小就像一个人一样，一个人好比是个瓶呢，口就是瓶口要好好的守住不要造口业了。防意如尘意是什么？意是念头防意就像守住城门一样，这戒经上说守护三业，意是根，这根门是一根念头好，你的言语行为一定都是善的。念头不善呢，身跟口才造业总的来说呢，不外乎是善。佛在《无量寿经》也是这样教我们的言语虽然稍稍有一点变更呢，意思完全相同但是无量寿经把这个顺序他把口摆在第一善乎口业，不计他过善乎身业，不犯律仪；善乎意业，清净无染。跟这个论里面所讲的意思完全相同。一个人，人不能不修行所以一般人看到出家道士那是修行人，那么换一句话说，那不是出家不修道的就不要修行了，这就是不懂得修行这两个字的含义自古以来只要是人就不能不修行修行这两个字怎么讲呢？行是行为，就是指的三业身口意就是指这个三桩事情行是行为身的行为是动作，一举一动在儒家讲要如礼礼规范我们的行动要合理言语起心动念
礼之规范就如同佛家的戒律一样。啊，礼是做了干什么？修身的。啊，总的纲领，总的原则，在经典上那古时候无论读书或者是不读书，啊，都听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啊，这些道理啊。修身摆在最前面呢，啊，大学上讲得很好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啊，就上从帝王，下至平民百姓，啊，庶人是平民百姓的，亦是以修身为本。你说要不要修？啊，修身，身就包括了语跟意。啊，这一是以修身为本呐。啊，那怎么能不修行呢？啊，我们的身体造作、言语、起心动念。啊，想法看法错误了，把这些错误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所以修行在现在这个时代不能不补充几个字进去，怕人误会，修正错误的行为。啊，这个大家就明白了。啊，我们的想法看法错误了，这个是起心动念的行为，啊，是思维见解的行为，这个行为错误了，要加以修正啊。啊，言语的行为错误了，啊，哪些是错误的？啊，妄语。是错误的，啊，挑拨是非是错误的，说话很粗鲁是错误的，花言巧语欺骗人是错误的，这改正过来啊！啊，改正过来就是修行啊！起心动念、自私自利是错误的。贪求名闻利养是错误的，嗔恚发怒是错误的，是非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都应当把它修正过来，这个叫修行啊。啊，会修行的人抓住根本，根本是起心动念啊。啊，念正心正，思维正，那一切都正。这个就是此地讲的藏护诸根。啊，这个诸根是讲的六根。啊，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啊，而瑜伽论里面讲的善守根门，
跟我们经上讲的是一个意思啊。他这个根门里面呢也是讲的六根，啊，那么注解里面给我们讲的就讲的比较详细了，啊，所以我们如果要懂得了善护诸根，要靠什么呢？要靠惭愧，要靠支持啊！有一年，我在美国休斯顿讲经，遇到一位啊蔡教授，蔡念僧老居士的儿子，啊，蔡老居士当年也住在台中，我们常常见面，啊，那个时候他儿子在美国留学。我在美国讲经的时候，他已经在美国教书了。啊，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就告诉我，今天社会的动乱败坏呀，他说总的因素啊，就是不支持。我听到他的话了，我很赞成，真的啊，这个不知耻，不懂得耻辱，世人常讲这不要脸呐，啊，就是不知耻，他什么坏事他都做得出来啊，没有惭愧心啊！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跟我是跟我讲，哎，他说我们搞一个这个搞一个支持学社，我们来提倡啊，搞这个运动啊，完全用支持惭愧来挽救人心。我说好啊，这个活动值得赞叹，应当啊推广发扬光大啊，这个不但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人都有良心的 啊，你看三字经上头一句啊，人之初性本善啊，啊，本性本善。那么在佛法里面讲，本性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啊，纯净纯善啊，啊，所有一切不善，本性里头没有。啊，不善从哪里来的呢？不善是从迷失了本性，迷失本性。我们要问，是不是不支持？是啊。这个范围就这个意思讲得深了，讲得广了。啊，从这个深广的意思里面去看，什么人是支持的，什么人具足惭愧的，阿罗汉以上，
超越六道轮回啊，这话是真的。我们不管怎么好，你还在六道。你怎么能对得起你的良心？你怎么能对得起你的本善？你本性是本善吗？你怎么会跑到六道里去搞轮回去了呢？所以严格的来讲，阿罗汉以上啊，才算是具足惭愧呀，真正支持啊。人堕落在六道啊，那就是耻辱啊。为什么？你本来成佛，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本来具足惭愧，惭愧是性德，支持是性德。你看在中国八德里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德目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八个德目啊，在中国传统里头有两个讲法。我刚才讲这第一个讲法，以后又有一个讲法，孝悌忠信，仁爱和平。两个说法。这两个说法有重复，有四个重复，四个重复去掉呢，那就十二个字，这就很圆满了。这十二个字，我们今天在很多地方讲，都讲十二个字，十二也是圆满。一年有十二个月，一天有十二个时辰，所以中国用十二啊，子丑寅卯十二个时辰呢、人身体有十二个最重要的经络，所以它是个十二，是个圆满的数字，所以我们讲十二个德目是很圆满的。你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那这就非常圆满了。这是信德，自信里头本来有的，那么现在为什么没有了？没有就是耻辱。怎么没有呢？佛跟我们讲了，迷失了自信呐。支持的人，中国古人说得好，支持近乎勇，人为什么他能够勇猛精进、发愤图强？那个力量从哪来的？这个力量是不外乎支持。这个力量是推动他了。在佛法里面讲是精进的动力了。菩萨善根只有一个，精进。世间善根有三个，
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啊，世间法一切善法的根，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啊，佛法里面修行，当然要具足世间的三善根，没有世间三善根呢，不能修行啊！啊，这是一定要具足的啊！在这个三善根当中，还要有一个特殊的善根呢，精进不懈啊。那么这个精进，使一个人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成佛之后还修不修习呢？不修习，依旧勇猛精进，硬化在十法界啊。为什么呢？普度众生，到那个时候他那个观念又不相同了。看到有一个众生还没有觉悟，还没有成佛，觉得那是我的耻辱这个就很难懂了啊！这是什么道理呢？见性的人跟不见性的人不一样啊，没有见性的人在迷，不知道宇宙万事万物的真相啊，所以他的思维是局限的，不是圆满的。见性之后知道宇宙万事万物的真相啊，真相是什么？是一体。华严经上所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啊，所以这个不好懂啊。我常常举比喻，我们把这个宇宙整体好像比作我们一个人身啊，我们这个设法界就好比我们不同的器官，一切众生好比我们身上组成器官的细胞，我们身上任何一个细胞出了毛病了，我们都希望把它治好啊。要没有治好的话，我怎么对得起它？你从这个比喻细心去体会，你就晓得佛菩萨的是这个观察跟我们不一样啊。一个众生没有成佛，信德不圆满啊，信德不圆满，这就是痴啊。啊，然后你才晓得这些诸佛跟化身菩萨为什么跟十法界众生感应道交，说众生有感他就有应。真正叫是我们眼目当中来看他们是不辞辛劳啊，那不怕辛苦啊，啊，哪里有求哪里就有应呢？啊，不仅是我们这个地球啊，啊，在太空当中，无量无边世界，无量无边众生，啊，这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感应这个事情不难体会，
啊，诸位同学在大乘经教能够稍稍其如少分，那不是多。如果我们用百分比来说的话，你真正能够其如一分两分，百分之一二分，你就能看得很清楚。啊，这怎么个清楚法呢？你能够看出这个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呢、啊、就在此时此处啊，你就会被你看见了，被你发觉了啊。那你还是看不出来，那换一句话说，你是连一分也没其如啊，其如一二分呢就看出来。啊，在哪里呢？真的是无时无处不在啊。啊，那么我们这个学初学佛的啊这些学人啊，初发心的这些人，感恩的心油然而生呐、啊！啊，支持惭愧心呢，当然也就生起来了。于是。这才真正懂得我应该要依教修行啊，感激佛菩萨的恩德啊，感激老师的恩德啊，感激一切善友的恩德，所谓是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谁叫你做？不需要人教，谁督促你？不需要人督促，你会自动自发。那、啊、你在这个里面得法喜充满啊！那现在一般人讲啊，你在这个地方得到啊，不同维持空间的讯息。啊，得到许许多多的能量啊，这是现在一般人这个口里头的术语。在佛法里面的术语呢，得诸佛菩萨的加持啊，我们叫加持啊，现在人讲啊能量讯息啊，所以你要是懂得的话，你就明了科学所说的、哲学所说的、宗教所说的、跟佛所说的、跟圣贤所说的啊，术语尽管不同，是一桩事情，是一个意思啊，这是什么？就通了啊，就贯通了你才能体会到《论语》里面所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才真正体会到。啊，不其如，体会不到。那我们怎样才能其如呢？烦恼轻了，我不说断，烦恼轻了就能弃如少分啊，一两分。如果弃如个
五六分，那要断少分的烦恼。啊，那么这个断的时候有转变，有福烦恼。啊，福烦恼我们可以做到。啊，断就是转变的，这个就难了，真的不容易。啊，如果是转，给诸位说，为什么我说转呢？烦恼跟菩提是一个体，迷了的时候叫烦恼，悟了的时候叫菩提。如果你说烦恼断了，那菩提也断了，那哪有这个道理呢？所以诸位要晓得啊，佛门里面常讲断烦恼，其实是转烦恼成菩提。啊，烦恼没有了。啊，烦恼呢真的是断了，烦恼已经变成菩提了。啊，所以诸位也许常常听到了，佛门里面常讲啊，烦恼轻，智慧长。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这是一个明一个暗，那明来了暗就没有了，暗来了明就没有了，啊，互为消长啊，是这么个意思。啊，为什么呢？它的体是自信的，自信没有生灭。啊，只是迷雾不同啊。啊，所以要晓得，真的是转烦恼为菩提。啊，你看这个戒经里面，转坚贪，坚贪是烦恼啊，为布施。布施是现德了，一个人没有兼贪了，啊，非常慷慨大方，啊，欢喜布施，转恶业为持戒，转嗔恚为忍辱。我们用六波罗蜜来说，啊，所以六度啊，啊，六度从哪来的？转烦恼变现出来的。啊，所以一般我们常常听法师讲解，布施度兼贪，啊，持戒断这个度恶业。啊，忍辱度嗔恚，精进度懈怠，禅定度散乱，般若度断这个转度愚痴。啊，这个又是说，这是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成六大类。啊，更简单了，不发明门还有26个，这个地方只有6个了。啊，菩萨修学的纲领已经更简化了，只有6个了。啊，你怎么能把它转？转过来是觉，没有转过来是迷啊。古时候，宗门教下大德常常啊。提醒我们，这所谓是修行，
最重要的是要提高觉性，时时刻刻能够警觉。所谓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是迷呀，啊，这个一觉醒了，迷就没有了。有什么方法？方法很多，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最重要的，归纳起来最重要的，戒定慧眼。啊，这个戒定慧里头最重要是定慧。啊，戒是个手段，叫初学的。初学的没有定，没有慧，怎么办呢？叫他持戒。啊，持戒就是先约束他，用这个戒律约束他。啊，慢慢呢，从约束当中，他的心就得定。所以说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啊，那么由此可知，持戒的目的是得定，这个要懂得。啊，戒律持得很严，没有定，这些管不管用呢？不管用。啊，不能明心见性。但是这个戒律持得很严的人，不堕恶道啊，这是真的啊。他离不开欲界。三界里头离不开欲界，啊，用色界的时候，他有定才能去，他没有定，他到不了色界，啊，所以持戒，果报在人天，啊，天只限于欲界天，这个诸位不能不知道，啊，戒律持得再好。出不了欲界，那么要是破戒不持戒，果报在三途，那真叫奇耻大辱啊！啊，所以具足惭愧耻辱的人，知耻的人，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人决定不造恶业。为什么？造恶业是羞耻啊！人生在来生到三恶道了，你说这是不是耻辱啊？做人最大的耻辱无过于失。不能不知道啊，知道了他的行为一定有规范啊，在儒家讲的是守礼啊，学佛的时候呢一定持戒，不堕恶道啊。啊，那他还没有懂得了，不出恶道是大耻辱，这个他还没有发现呢。那他要发现之后呢，那就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大幅度提升自己的灵性。
啊，要藏护诸根，藏护诸根在净土里面讲，就是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的都摄六根，啊，跟都摄六根是一个意思。啊，这就好懂了。啊，念佛人，如果这一生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真惭愧啊，那是真真耻辱啊。啊，我们不能不知道。那不能不认识清楚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啊，要有成就，有决定的成就啊！能不能做到呢？只要你肯做，没有一个做不到的啊！所以这个法门呢，确确实实是这个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取”啊。如理如法的修学，没有一个不成就的。现在时间到了，这一首偈我们就讲到此地。